高代表微星科技来为各位介绍今年我们微星科技2011年搭载 Huron River 最新上市的三台新产品。第一个看到的是 GT680、我们强调它是地表最快的一个产品，我们有采用 SSD Solution 的一个产品。那基本上呢，它的在效能测试上面可以高达将近18000多分。我们的 GT680 还搭载了丹麦最顶级的 Dyna Audio 的音响系统，消费者在不论玩游戏或者说在做一些事，当家庭娱乐机的一个笔记型电脑的时候，它都可以满足您的视听上的绝大的享受。我们的 FX 系列全系列搭载 THX， 是由乔治卢卡斯的这个影业他所设计的一个环绕音场系统。它的五种模式效果呢，基本上可以满足消费者不论在看电影的时候或者说在玩游戏的时候，也都会有绝佳的一个影音的一个效果。产品 CX 系列是我们今年微星科技全新上市全新设计的一个产品，非常流线跑车型的一个外观，独家的 One Stem 一键备份的一个概念呢，资料遗失的时候它能够快速的20秒之内能够回复。我们有一个滑鼠进攻区的一个设计，也都是为消费者非常着想的一个享受。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所主打的一个三个系列一个产品，希望各位能够喜欢，谢谢。